小贝生日，我们快布置教室吧。把桌子移走，再贴上绿色小纸，不对，是粉色，小贝喜欢。可小贝喜欢的是黄色。那我换成黄色的墙纸。我在教室挂彩色气球，我挂蝴蝶结和彩蛋。小贝是今天的主角，我在墙上贴上他的海报。你们订的蛋糕来了，太好了，这是我给小贝订的生日蛋糕，希望小贝能喜欢，就放这里吧。总感觉少了点东西，到底是什么呢？会是什么呢？哈，我想起来了，是横幅，我要放在最显眼的地方。祝小贝生日快乐！虎哥，大功告成，我来了。你们干嘛呢？小贝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们祝你生日快乐。是啊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可是今天不是我生日啊。不过我也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什么？不是你生日？那我们把教室布置成这样，老师看到怎么办？我们快拆，不用拆了，放心吧，老师今天不会批评你们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今天是老师的生日啊。什么？老师的生日？我有办法了，海报我接，名字我画，这样不就好了？老师看到肯定会很感动的。这个办法太好了，大宝可真有你的。你们怎么把教室搞成这个样子？老师，生日快乐！这是在给我过生日，谢谢孩子们。你们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？老师，我们当然记得你的生日，你可是我们最爱的老师。老师，快来切蛋糕吧。谢谢你们了，老师太感动了。看在你们这么用心的份上，老师今天就不给你们留作业了，今天放假一天。耶，太好了！小朋友们，你们要保密，可不能告诉老师，我们差点忘了他生日。拜拜，我们下次见了。